边改成宋春黑，点一下就可以了。这边可以直接点它，就可以直接改名，点两下、哦、第二个按右键复制图层，把这边改成叫宋春白，哦，应该这个部分没问题吧？哈、哦，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是，把这边的话呢，把上面的这个图层哦改成白色的。那改成白色特别注意哦，就是方法很多。我刚刚的话呢是用了那个，好，这边要确定有没有，这边就有个白，但是它其实都是黑的啦，只是说要把上面这个哦，记得不要点错哦，不要点到下面，下面变成白的，上面变黑，那刚好颠倒。点这个图层，然后把有黑色部分选起来哦，记得你不要像刚好同学说，老师为什么填了之后全部变白的，因为你没选啊。OK， 有点像是哦，你选完之后再填，它就会是刚好那个区块是白色的。那如果你做错，你可以 Ctrl Z 或 Ctrl Alt 加 Z 啦齁。然后选的方法有很多啦齁。我们刚刚用的是所谓的那个什么，这个叫什么魔术棒工具，点一下背景，然后再把它怎么把选取，因为点的背景，可是我要选的是里面的东西啊，你不能说哦好，选完之后你把它什么填满。如果你填满的话变怎样，刚好颠倒。你应该是填里面的，不是填外面哦。OK， 所以怎么办呢齁，再把它复原一下，记得呢把它反转一下，但是反转完你会发现这边漏掉了，这个漏掉，所以你可以怎么再把它扣掉。那扣掉的话记得哦，上面有一个也是一样魔术棒工具啦齁、哦、上面有一个叫减去的哦，记得这个一定要扣掉，这个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我们如果现在把它填满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编辑填满齁、哦、它里面呢你会发现这一块不见了，这一块也不见了，有没有？所以哦一定要扣掉了哈，扣掉的话这边点一下，好，这边点一下，然后这边点一下，这个比较难点哈，然后再把它编辑填满，填满白色，有没有？这样就 OK。那填完之后的话，记得哦，现在这个虚线就不要了，选取区不要怎么办？把那个选取里面呢，把它取消选取，这样就 OK 了。然后呢，再把这个宋春白哈向左上角移动，移动的话，请你点选移动工具，所以特别注意哦，如果你要移动的话。记得改成移动工具，那移动的方式记得哈、哦，如果大范围你可以用移动的，可是这个缺点是它会移太多，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样用箭头，你的键盘上面的向左大概按四下，一二三四，向上也按四下，一二三四，好，这样就 OK 了哈、哦，应该没问题吧哈、哦，这个部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做什么呢？把它连接。那连接的话，题目里面是讲什么？题目是说，复制一个白的叫宋春白，然后呢，将两个做成有阴影的效果，哦，那就看参考答案嘛，越接近越好。当然，如果你不用魔术棒工具，你用别的做得出来也都没有问题。反正我们是看结果，不管你用哪个工具啊、哦，其实应该还有别的方法。什么方法？其实教各位另外一个方法。如果你不用刚刚那个方法，我不用把这个删除好了，假设我再复制一个，这个的话宋春白，如果另外一个方法更快、哦、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其实哦，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按右键哦，其还有个比那个魔术棒工具更快的，因为它背景是透明的，透明的怎么看出来有一格一格的这个透明的、哦，然后你可以在宋春白的上方按右键，它会有一个叫选取像素。那什么叫选取像素？因为有像素的部分哦，只有那个字的部分，那其他都是透明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呢按右键，什么呢？直接呢，记得哦，在这个上方哦，不是这边哦，这边按右键，会有一个选取像素哦。按右键的位置，记得哦，是在这个小缩图哦。不是在这边哦，这边不行哦。选取像素，那你会发现呢，如果你这个时候按选取像素，会有什么结果呢？它会把刚刚魔术棒工具做的所有的一模一样的事情哦，帮你做出来，好像这样更快，有没有 ？OK， 完全都不用做任何调整。刚刚是按右键吗？选取像素就好了，等于是刚刚魔术棒做的事情哦。按右键选取像素就搞定了。OK 哈、哦，啊，当然我讲过了，方法很多哈、哦，啊，然后呢，一样编辑怎么样，填满，然后把它填白色，然后再把它这个选取区取消，选取区取消，然后再移动它，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哎，这样也可以。啊，最后记得把两个连接，哦，
因为题目要求是什么呢？再把两个图层怎么样，最后连接，然后移动过去，那怎么连接啊？记得哦，把这两个按Shift键，选两个按右键，那你会发现这边应该会有连接图层，有没有？那连接图层有点像是把两个怎么样，二合为一的，把它变一个的意思啦，有点其实也有一点像。 像是什么？像是把它群组起来了，只是它名称不一样，或者你可以把它当群组哦，群组 OK， 那你会发现这旁边就会有两个，好像有个那个链子的那个样子。那这个时候你按右键哦，你可以再把它复制图层。那复制图层要复制到哪里哦？你跟他讲说哦，我要复制到 102A 里面，所以文件哦，你把它选到这个，这个叫什么？102A， 所以呢？ 你就是按右键复制图层之后的话，找到哪一个呢？102A 这个，按确定，它就会怎么样？帮我把这个做好的连接的图层怎么样？帮我直接就复制到这里来了。OK， 我们来看一下按确定，复制图层哦，然后切过来看一下，宋春就过来，但位置不对怎么办？你就移动它就好了，移动到哪个位置？大概这个位置吧，我不确定，你可以切过来，切过来这个完成的画面看一下，哎。 位置不一样，如果不确定哪个位置的，你尽量就是切过来，好像快很接近了，再怎么样，再上去一点点吧，有没有？再上去一点，我看最好是几乎一模一样，这样有没有？再上去吗？反正就是差不多了 ，OK 就做到尽量完全一样，最好，好 ，OK， 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来画面在旁边，各位哈。然后要做功课。啊？好讨厌，为什么不找你？跟数学老师一样。所以特别注意第一个把那个宋春的部分再多一个宋春白，然后把它选起来。那我刚刚有用两个方法，一个是魔术棒，一个是选取像素。记得选取像素一定要是点那个小小的那个方块正方形那个才会有选取像素然后它会整个把有颜色的地方选起来，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反转了。 直接去点选那个，就是你就在直接填满编辑填满白色，其实就 OK 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再利用连接把两个连在一起再把它复制到 102A，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做的部分，那这样的话就完成送春了。那等一下我们要做个变化题啊，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想要做个字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图上去的话。 那该怎么做 ？OK，